到这个植物，我就冲到自地最高行驶，然后又到一个弯，哦，赶紧刹车这样。现在他们看到连续几个弯，弯是连续的，他就不会这样做。但我才开一个礼拜，我不知道了。我开久一点，可能它的缺点会显现的比较多一点。
好吧， no signal。 如果你是买 FSD 的好处，你它会绕过它，应该很大可能性会绕过。Sorry， 反正他几乎110%他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刚才刹车了。
但是没有时间给我降到死，那可惜啊，后面没车，不管，走吧。对啊，不要冲太快，我好害怕。啊，整套下来，我说 Autopilot 你可以很轻松啊。刚才那种路，我把话说回来，好吗？请大家切记，他们卖的是自动辅助驾驶，那个叫 Autopilot， 然后 FSD 叫做全自动辅助驾驶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请不要假装就是觉得说他可以做任何事情，然后你就不去看那个交通，那是非常不好的行为。而且非常不负责任，好不好？我也完全是不提倡这样的事情。好啊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哇，我这个弯可以直接看风景，多开心啊！我没有在看马路，好不好？是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怎么样，那我不希望大家学我，好不好？就是大家对这个他的性能要很熟悉的人才可以这样做。